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由青海卫视和喷象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尊龙残局澳门站的比赛现场，现在进行的是诸神之战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由蓝鹏选手杀我红方选手大蔡，比赛已经开始，我是现场主播陈秀成派，是蔡之贤。曾经想这个把炮手重拳发射出去，这一次昆仑决诸神之战应该是常态状态。沙老哥，我们虽然不太熟悉，但上一场他淘汰了，手下是WIF的世界冠军，对，相当的强悍。两个人在这个称重的现场说说笑笑的，但是呢，应该都是有点像笑里藏刀啊。为了500万奖金上台，绝对是打得你死我活。昆仑决这次采用了这个鼓励 KO 的这个新的奖励机制，是到现在还没有 KO， 对，不知道这是害怕了。他防守更严谨，他被对方 KO 掉。但八钗的风格是非常强悍的，他在这个139胜里头有64次是 KO 掉，对，应该说是 KO 之王。八钗的 KO 率非常高，相对这个沙巴豆啊，他的 KO 率非常低。他都是靠点数来判定的，然后呢通常都是输，因为他的这个攻击威力比较小一点，不管是对上 Cam 啊，或者对上这个 Victor， 他都是打完三局被判定输的，所以这个 KO 率要加强一下。该局的重拳啊都会打到这个八餐，但是有点不够重。双方在拼拳很有意思，哎，下巴是往头是往后，如果一直这样打，我倒觉得能 KO 一个了。哎，对，你八开的头部有点被打穿了。而且上一场八开，现在是前两局一直在流血，刚才第三局的时候被非常的惊险了，对对，摇晃之中啊，对，度过了第三局，惊险获胜，说明拳王也不是不可战胜，也不是没有漏洞的。对，八开又拿出他的招牌一个做法啊，一个牵手重拳。打住头部，再后手重拳打身体，再接一个身体，做一些不同限度的变化。这个沙巴德他因为上一次的表现出色，所以这个到十一月的比赛，到法国去比赛。所以在这个昆仑决表现出色的选手啊，都会被其他国际的一些比赛组织啊发掘，所以是严打。对，现在昆仑决有上海国际知名的搏击品牌，对，大家都来这边挖角。很多世界知名的选手也希望能够打昆仑决，是，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搏击市场。好，第二局比赛开始了，希望第二局比赛能够更激烈一些。好，来拼内围。你给我一腿，我给你两拳。不止两拳。我觉得萨尔瓦的战术非常好，因为泰拳手的话，这个腿法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防守拳会差一点。是。然后这个八千的拳很重，你要小心一点。然后这个。低的呢，怕被摔了，所以这是做一个大满度啊。萨瓦德打得严很积极，一点不失落。看萨瓦德主动在用拳法进攻。这个虽然运动员有护裆，但有时候碰到裆部的时候还是会很疼的。对，那双方目前都是左架对左架。然后拳打完之后，接膝撞，再加一个大摔。我觉得从力量上好像八千更大一些，内围的他的企图心非常强，一爬起来继续作战的，也表示说我没有事，也会赢得裁判的这种信任。不过应该是爬起来之后等裁判说完才可以继续打下去。泰拳王的这个膝常常是比较厉害的，他能够调动全身的这种力量，然后那个从各个角度，腰胯要往前送，对，然后顶进去，他不是往上顶，往上顶，因为他不是腰下来，等等往上顶。
顶，对对，往前顶就会顶出力量，有送胯的动作。第一轮就要跟他拼拳，然后这个巴萨也换了角度做西撞，然后接头之后，然后打到这局比赛打的双方硬碰硬，对，几乎没有太多防守了，对吧？巴萨两拳之后就做西撞，反正没有空档，第一轮的防守最后三十秒，第二局。那面对这样的西撞呢，其实第一轮的手肘可以再加用力一点，用力往这个巴萨的大腿上加下去啊，等于你在做肘击，对，对他大腿做肘击，这个是相当有效的。但这个中国很多运动员就不太会这种防止这个效果强做啊，一下对方就不敢动了，因为这肘击撞到大腿上，然后也很疼的，点到你那个穴道，对，会麻掉。上勾拳没有得到，那这个拔拆的摔法还是，但对手没有提出抗议。对啊。然后第三局比赛开始了。其实面对这种胫骨的一个高扫啊，如果单纯用手臂去挡，有可能会断掉，因为手臂的这个骨头比较小。有些力量很大的，即使手臂碰到了，他这个接着打击的力度依然很大。对，所以这个抵挡这个高扫的方法要有所改变，不然手很容易断掉。有些选手啊，在练习的时候啊，光碰碰被高扫这样碰到手就断了，所以要小心一点。好，现在这个巴塞啊都是用一个扫踢然后就近身，可是近身吸法因为太近没办法做，刚刚一个有点奇怪的直线性的一个蹬腿，距离跟角度都不对，主要是角度不对，滑掉了。好，又进来了，这时候应该还可以再做一个西撞，侧顶的膝盖，屁股往后侧一下，让出一点空间。然后这个低的呢，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怕被摔啊，所以把屁股往后坐，双脚打开，把重心放低。这个是面对泰式摔法的一个不二法门。好，这个腿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迎击啊，用拳法去迎击这个腿法。拔拆的攻击模式，刺拳加身体的重拳，接着一个膝撞，做好几次了，突然应该去抓。那我觉得拔拆今天的这个攻击力度不如上一场，对，不如。然后又被摔了，这一次你看，这个敌人一没有做抗摔，拔拆力就摔，这是属于一种拼劲。对，而且对巴塞来说，他不能条件反射了，贴近以后马上一个摆拳，对，每次都成功。感觉哦，对方的这个重心在哪边，力量在哪边，我就决定要摔或不摔。要经过长期的练习，才有办法达到这种境界。好，第三回合剩下最后二十秒。对，那双方的空位面好像没有提醒他。时间快要结束了，一般在旁边的教练会提醒，全力以赴。对，好，剩十秒了，好，不要浪费掉了，这战斗之中浪费掉了，有点太平淡了，这个事是，然后呢，真的是打得不够激烈，是的。
本场比赛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昆仑决诸神之战的又一位世界四强诞生了。比赛的判罚结果如下：一号裁判30-27，二号裁判30-27，三号裁判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 ，and the winner's right corner fighter。